前嘉义市立美术馆馆长赖医生今年三月接任台中市立美术馆馆长，卸任期间由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林金良代理馆长职务。即马新任嘉义馆馆长由摄影史研究者、艺术评论人陈嘉琪博士来接任。日前伫嘉义馆举办布达就职典礼，真济艺文界人士出席共同见证。带着一颗感激的心情，希望未来能够在延续过去赖一新馆长还有林金龙代理馆长的努力之下，那为嘉义市的艺文环境还有嘉义市美术馆注入新的活水与能量。新任嘉义馆馆长陈嘉琪是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博士，过去担任新台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含艺术大学电影电视学系助理教授等等职务，妈妈参加一摆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选片委员，在学术研究和艺术行政上相当有经验。陈嘉琪馆长，他无论在学术界、在博物馆，甚至在媒体各方面呢，他有许多的经验。我们借由他的经验，能够为嘉义市立美术馆注入新的活水。嘉义市市长黄敏惠希望借用有跨领域背景的陈嘉琪担任馆长职务，在未来美术馆规划展览、国际交流和艺文教育推广上，会使整合资源，发挥更多创意。新任美术馆馆长陈嘉琪也表示，将会发挥家己的能力，继续延续大家对嘉义市立美术馆的好印象。记者周淑成采访报道。